学了，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了。我最近呢收到很多私信来问我到底去怎么画一个既简单又能够快速的一个日常妆，还有很多上班族呢就会说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画一个精致的妆容。那么今天大家就可以跟我一起来画一个我最常画的心机伪素颜妆，我觉得是人手必备的，既省时又省力，但是颜值依然在线。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会先用这款保湿定妆喷雾先做一个妆前的保湿。这几天在外的话，每天都要化妆，然后都想要自己出去拍照美美的，所以皮肤就变得感觉很容易泛红，所以我现在要把自己脸上的这些小瑕疵遮掉。我选的是 MAC 的这一款无瑕粉底液，色号呢是 NC15 的，它是出了名的混皮光配粉底液，这款就是我最近的心头好，因为它对混合性的皮肤也是非常好，混油皮肤呢用起来会比较困窘，而且呢遮瑕也比较好，像我这样混干的皮肤呢也是刚刚好。像我这两边的瑕疵也基本上都没有，这块的还有鼻翼的这些都是细，它是这种地区很控油，然后脸颊两边呢又刚刚好，整体的妆效就是不干不油的那种奶油肌，看起来会有一点浓浓的感觉，看起来会比较有质感，而且我脸上的这些小瑕疵基本上都遮断完了。如果说你的瑕疵会比较多、比较明显的话，可以稍微在局部的去用这样粉底再胀一点，去遮盖下脸上的瑕疵。我最近在外基本上就是每天很早起，晚上很晚睡，像我两边的黑眼圈也是非常明显。我发现韩国街头很多女孩子，就她们的皮肤看起来会很好，但是仔细一看妆感会非常厚，所以像我们比较喜欢淡妆或者说伪素颜的那种的话，选这款无瑕粉底液我觉得会非常适合。接着就是定妆，像我这种混干皮呢，我会比较喜欢用散粉或者是定妆喷雾，那如果是油皮的话可以选择用粉笔，也可以用散粉，然后我的定妆还是用这款。其实伪素颜的话，眉毛就只用按照自己的原有的眉形去描绘就可以了，可以选择眉粉或者是眉笔或者是眉膏都可以，挑自己顺手的去画。颜色的话就是接近自己头发的颜色，或者是去颜色浅色的。我最近的眉毛又长出来了，原先被我修的特别的短，人看起来就会很凶，现在呢我就把它留长了一些，看起来就会稍微自然很多。接着就是眼妆，因为是伪素颜嘛，所以眼妆其实就是要自然，但是呢又要让它看起来会比较深邃有神一点。我想是 MAC 的这个 Omega 的这个单色眼影，它这款呢就特别适合拿来打底或者是做阴影的，打在全眼窝上，这个当阴影来用的话会非常的自然。伪素颜的话眼线要有心机一点，就是画个内眼线，看起来整体会比较有神，但是呢又看不出来你能画的眼线。睫毛用分段式的去夹，这样子会比较短翘一点，尤其是眼尾的睫毛把睫毛夹反过来夹。眼妆整体的也就画好了，如果说想再补一点眼睫毛的话也可以，尽量选择细瞳，这样看起来会比较自然一点。我觉得还是要让自己的妆面看起来越自然越好。我前几天其实仔细看了一下街头女孩子的那些妆面，就即使是怎么化妆了，但是她的气色会很好，就看起来皮肤的状态很好。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原来是她们在腮红上下了很多的功夫，所以今天伪素颜的妆也是要让腮红凸显自己的底妆和气色，非常健康。腮红呢就是 MAC 这个大热浓缩素直色，它其实是一个米黄色的腮红，就跟大家平时看到的橘色呀然后粉红色呀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伪素颜的话，如果你用特别红或者是特别艳丽的颜色去做腮红的话会显得特别的突兀，所以呢用这个颜色我觉得是最适合的。它这个是带了一点金色珍珠光泽的肤色腮红，就是会跟我们的肤色比较接近。整体呢伪素颜的话就是让自己的肤色看起来好像从内而外的那种自然，我会比较喜欢它在颧骨的位置。如果说你找不到这个位置的话，就是轻轻微笑在苹果肌的地方。它的线条是特别细腻的那种层次，贴也很自然，不是很夸张的妆效，会让人看起来比较有元气的那种光泽感，整个人看上去会显得很有精神、很有气色的那种感觉，看起来就是那种健康的肤色，而且感觉和我用的 MAC 的这款无瑕粉底液意外的搭。
感觉这个腮红呢，就是今天这个妆的点睛之笔。在以前的话，我会觉得伪素颜就是那种完全看不出来的，但是现在的话，我会觉得稍微精致一点，是那种直男看不出来，但是像我们女生呢又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又不会觉得说妆感很厚的那种。整体的妆感就是会比较清透自然，然后看起来就是健康气色的那种。唇膏呢依然是我最喜欢的 G0 这个东西，但是因为考虑到是伪素颜嘛，所以呢我会选择用薄涂的方式。最后呢我们做一点点面部整体轮廓的修容。如果说脸比较大的妹子呢，可以再用我们刚才用的这个单色眼影去做一些下巴的修容。我呢就不做修容了，但是我会做一点点高光提亮。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美的生姜膏，它是那种非常非常自然的那种，就即使是新手去涂的话也会显得很突兀。我会比较喜欢打在鼻头，然后眉峰处，这样有点下巴，就即使你下手重了也不会让你的整个高光看起来会很奇怪，像一坨在脸上。所以伪素颜的话，我觉得这种高光是特别适合的，当然你日常也是非常适合的。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30了，距离我化完妆到现在呢已经有4个多小时了。然后整体的底妆的话就稍微有点出油，但是整体看起来我觉得会显得更自然一点。然后底妆的持妆度我觉得也不错，所以整体我会觉得很满意。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咯，拜拜。